啊，呢、這個真係要問接瀑布獅子，但我19年就趕唔切嘅，因為有好多獅子好多特技嘅畫面要做，咁都做咗成大半年其實都，咁變咗啱啱其實都係3月尾先完成嘅啫，咁就所以5月尾出街都好合理嘅，我覺得。我同埋冇諗過劇頭演劇嚟，同埋都。